在场上基本上仅限有八位选手，但是舞台。好，选手介绍：89号大岛佑辉选手，90号赖冠宇选手，91号熊祖龙选手，92号杨石龙选手，93号陈彦成选手，94号曾宇婷选手，95号张家峰选手，96号吴明俊选手。好，选手注意，我们做七项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双手弓二头肌起开始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正面扩大背肌。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大肌。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弓二头肌。好，第五个动作，背面扩大背肌。第六个动作，侧面三头肌。第七个动作，正面腹肌及腿肌。选手请放松，那请我们的代表裁判将我们的选手位置左右调整。好，跟着我们的代表裁判，跟着前面的选手。手左右的距离再取开一点，好，是在整个七项指定动作的展示上，有些会有互相会有晃处的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正面双手弓二头肌。第二个动作，正面扩大背肌。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大肌。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弓二头肌。第五个动作，背面扩大背肌。第六个动作，侧面三头肌。第七个动作，正面腹肌及腿肌。好，选手请放松。好，我们请89号选手留在舞台，那我们请其余的选手先至舞台后方休息。89号大岛佑辉选手，音乐请开始。
谢谢。90号赖冠宇选手，音乐请开始。91号熊祖龙选手，音乐请开始。92号杨时荣选手，音乐请开始。93号陈彦成选手，音乐请开始。94号曾瑜婷选手，音乐请开始。
谢。95号张家峰选手，音乐请开始。96号吴明俊选手，音乐请开始。带队裁判将青少年组70公斤以上级8位选手麻烦请带至舞台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裁判做最后分数的确认。好，我们裁判的评分已经完成，那我们非常谢谢台上8位选手，是不是掌声给他们热烈鼓励一下。好，请我们的选手先至舞台的后方休息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青少年组70公斤以上级的选手，那请我们的带队裁判将6位前6名的选手带至舞台。第6名，94号曾于婷选手代表嘉义市体育会健美委员会。第5名，90号赖冠宇选手代表个人出赛。然后第4名的是93号陈彦成选手，也是代表个人出赛。第3名，91号熊祖龙选手代表个人出赛。那我们即将由89号以及96号，我们请2位选手往中间集中。即将诞生我们的冠亚军选手，荣获第2名的是89号大岛佑辉选手，恭喜我们的冠军96号吴明俊选手。好，邀请我们的李耀平，我们的荣誉理事长，为我们颁发奖状。第6名，94号曾于婷选手，是我们的地主选手。第5名，90号赖冠宇选手。第4名，93号陈彦成选手。第3名，91号熊祖龙选手。第2名，89号我们的日本朋友大岛佑辉。第1名冠军96号吴明俊选手。
要请我们的蔡副主委来为我们颁发奖牌以及纪念品。